我的关心到活动的消息，这是越影谈心蓝潭之恋马拉松，将近3000位跑者参加，展开着环潭公路的路走，一领头先提亚兵穿旗袍，对着跑者做伙暖心运动，为大家加油打气。家己一领头先提参加月影谈心蓝潭之恋马拉松路走，对着跑者做伙来暖心运动，为大家加油。甲家己市议员陈贤基、布台伟做伙为赛事来鸣枪起跑。涂兴铁表示，感谢主办单位，本来是真烦恼风台过后，是毋是会影响到选手参赛的意愿？特别北部还佫有马勒卡台风的发生，但来到现场才知影，大家依然是热情满满。市长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来到嘉义市走马拉松，一定要顺便到文化路去吃宵夜，更欢迎大家加留一天啊！游到快意新华村美丽的嘉义公园，同时带着嘉义的伴手礼回去，满载而归，祝大家享受南投的美景，留下最精彩的中秋回忆。这次路跑有3000人，规划环潭七连。43.75公里的超全程马拉松，4连25公里半马马拉松，2连12.5公里的挑战组，以及1连6.25公里的绿化组，等等四个组别。比赛路线改以南潭环月广场为起点，终点以顺时间的方向来环绕南潭。谢谢新闻创编董嘉义市采访报道。